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汇丰国际的那个招商会，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出席。那我们本身来讲，汇丰国际是提供一个让大家一起来共富的平台，那我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会议上学到全新的那个商业模式，以便大家在未来可以一起跟我们参与在整个发展的项目。那当然也非常开心的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到此认识我们的汇丰国际的这一份事业。当然我也希望大家认真的听来真正了解，可能这些这场的那个会议呢，商业会议呢，会让你改变你的人生然后作为我们汇丰国际的那个董事之一，然后我也非常欢迎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参与我们这份我们讲拥有全新的商业模式的一份事业呢，来共创不一样的成就以及不一样的人生愿大家在未来我们是一起共创辉煌的，谢谢。